你们认识我的这个百万博主闺蜜是谁吗？这种事情怎么让你自己来啊？我自力更生。大批人群，老是看有没有帅哥。有人在化妆。大爷，他哪帮这么多？我刚刚认了个姐妹在里面。哦，这个有颜色，这厉害了呀，这个。去那边磕，对吧？阿姨，别生气了，回来吧。收拾一下，走走走。地上吗？不行，得趟车。好小心，那老师拍照，我跟你讲超级好看，拍照吧。猪跑出了猪圈，怎么办？猜一个明星。想啊，你想啊，怎么办啊？跑出了猪圈，怎么办啊？把它做成红烧排骨。哦，刚数了一下，我们这边有31个摄像头。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啊？天饭偷偷过生日呗。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？今天是你的200。还没有把针剪，我真的觉得他。我要的大场面来了。一个梦想的是安乐说。许个愿望吧。第一个愿望，祝我快乐。第二个愿望，祝我瘦。三个愿望，祝我有钱。哇，好。好看吗？这个纸不好看，完擦了。气死我了！什么玩意儿啊？上面一个单身的男的没有，都有对象。没事啊，宝贝，我不是还有你吗？我学着一个人。